好，我们继续啊。昨天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就说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今天你的成与败，一定是自己决定。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人生不要交到所谓的算命，或者呢，看风水上面去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也为这个事情啊，重复讲过很多次。历代帝王风水宝地巨占，长久的没有多少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啊，风水只是起到了一个装饰作用，不能说它没有，这个是不能否定的。但是呢，它的作用只是起到锦上添花，这是它唯一的作用。我们不要把你的人生完全交到他手里，尤其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啊，打着风水、算命这种旗号，敛财的是非常多的。要是人家真有这个真才实学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有很多地方，甚至有很多景点、寺庙、道观被人承包，也是打着这种招牌。你包括我们看到景区的烧香，什么369往上走，烧这个香要300，什么600、900。这个都完完全全，让我讲的话，抓人心理、骗人钱财的，哪有什么效果呀？那是没有的。作为人，不能对他产生偏执，迷而生信，到最后走火入魔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佛乃四大皆空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佛教徒一直把佛称为什么？空王。为什么空啊？他四大皆空啊。他弃王出家，他知道皇权呀，并不代表成功。皇权也有盛和衰的时候，也有消亡的时候。佛陀他知道，只有文化和思想，不分国界，不分民族，不分时空。可以说，他所讲的东西和宇宙啊，同等生命，除非这个星球给毁掉。那按佛要讲的，那这个星球毁掉也没用。佛的法是3000大千世界啊，不光是对人我们都知道天人啊、地狱啊、恶鬼、畜生啊，它都有这个作用。所以，真正的成功啊，不是体现于你的权力或者你的财富有多高，一定是在厚德，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度量有多大，是不是可以容万人、容万物？你能容谁，即能享谁之福。容不下人，你享不了福的，一定是享不了福的。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清楚的。这一块也就告诉我们，人生啊，你才是敌人，你才是你命运的主宰。不要把自己的人生，什么我们家住宅不好啊，风水大师看看。我记我也告诉过大家，过去跟一个风水大师朋友邀请的，也邀请我去。我呢这个人比较好学，对所有学问啊，都喜欢呀。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有时候自己细想想，那是个死心眼儿。不过也挺好。去到这个朋友家里啊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朋友家里呢，运气非常不顺，又去世人。他们呢，就觉得比较紧张。这个大师来了以后，进了家门就说："哎呀，你们家那个柿子树不好。"我当时就在想，那柿子树长得挺好的，绿绿的叶子，
还开着小花，挺漂亮的。”啊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你们家士多还栽个柿子树，你说这柿多成这样子，你们赶快把那个树砍了吧。”我当时一听，这么好的树要被砍掉，啊，这真是无妄之灾呀！这树哪能掌控了人的生死那我最后我就说了，我说老师啊，他邻居也栽了一棵柿子树，栽的位置是一样的。我就说了，人家说了，你都不知道人家家里栽那个柿子树那个位置，虽说和他们家一样，人家兴旺，栽个柿子树，这叫事事如意。我有时候细想，我大师啊，也确实会忽悠。穷人要是胖了，你看你好吃懒做，那富人就是将军肚了嘛。那这话我也会说，我也会看，是不是？我无意中我就选这个树不好，你砍了吧；那个树不好，你挖了吧。哎，你这一块家里缺棵树，那这哪叫大师啊？理论上他是行不通的。啊，一个家里头顺与不顺，我们看第一敬不敬老，第二呢犯不犯邪淫，啊，第三呢看他教育子孙，是以啊厚德处事，还是以算计人处事，这是根基啊。那不是说栽一棵树啊，或者是砍棵树就能改变的。像这么一说，那卖柿子的、种柿子林的人，那还不活了？那柿子就没人卖了吗？那谁还早赶这个造柿饼？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这一类的话，这个我们要是不细细的分析，你一听挺有道理，细一分析啊，那简直是骗傻子的。我们有时候就被傻子被骗啊，就像我还碰个大师一样，见个老太太啊，说你不能戴手表，说为什么不能戴手表？手表谐音叫送终的，人上年龄戴表啊，就代表要早死。我这么一想，那卖表的不知道恨死他了，是不是？人家专门现在有老年表，你怎么能把人家生意给断掉？哦，一说呀，戴金耳环好，为什么呀？补金呢，好事成双。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，谁戴耳环不是戴一对啊，戴一只啊？是不是？那好事成双那个话我也会说，就是要究其原因，查其道理，方可生信。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的，不要被一些大师忽悠，什么鬼来了，什么神来了，那鬼神是不是？哪那么容易来呀？啊，所以这一段话也就告诉我们，对神鬼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探讨，但是啊，人性的事情一定要明白。啊，为什么明白呢？就是你的人生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你自己设计，你自己设计你幸福，你自己设计你不幸福，顺利或者不顺利。啊，但是呢，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。即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运气不顺的时间，你的命运也是你自己做主。当不顺，我们就要反思，今天在孝道是不是还有亏？对妻子是不是还有亏？对家人是不是还有亏？这个我们要清楚。就像孔老夫子生病了，他弟子说：“哎呀，老师要不要祈祷祈祷上天？”孔子讲呢，祈祷有用吗？弟子就把皇帝祭天地的文书念来给孔子讲，说你看这是有依据的。孔子就在讲了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的心随时和天地啊都是一致的，那不是天天在祈祷吗？那既然都天天在祈祷还会生病，那你祈祷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孔子很有智慧啊，也不否定弟子，最后用这种方式去回答他的弟子，他弟子一听有道理啊。因为孔老夫子自认为，我今天所言所做所存心，决定是符合天地之意啊。
啊，那不是天天祈祷吗？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一定要懂得。我们再看这一段啊，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习惯、不同的言行思想，会影响到不同的人生选择，最终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成就与未来。今天的生活是由过去的选择决定的，而明天的生活还得由今天的选择而定。选择不对，努力白费呀。从恶心风水无益，请各位有缘好友慎重自己的人生选择，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，对自己不负责任是最大的缺德。就是你今天能不能对得起自己，对自己有没有负责？咱们别说爱国、爱社会、爱家人、爱太太、爱孩子，你爱不爱你自己？我们要问自己，你爱不爱你自己？你爱你自己，你今天还熬夜吗？你爱你自己，你今天还会为了钱不顾及法纪？一旦被抓，沦为阶下囚，家人蒙羞啊，你自己受苦啊。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说白了，最爱的人就是自己。可是你真爱自己吗？你爱自己用什么方法？你用的方法是让自己早死，还是让自己流传百世，还是让自己颐享天年？这个我们要想清楚呢，你是不是爱自己？我们吃饭暴饮暴食，我们喝酒啊，哎，没有节制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有没有考虑过自己？我们自己要考虑这个问题。就是，那这一段也给我们讲了，从恶心风水无益啊，就是你今天有了恶心，所有风水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他没办法帮你啊。你今天心善，风水则好；今天心恶，风水则坏。我们今天的人，尤其21世纪了，大家还这么迷信啊，对风水不认知、不了解，认为它有改命转运的效果，他就不知道人心啊才有改命转运的效果。今天你善，风水则好；今天你恶，风水则坏呀。是人心的转变，不是挪地方啊。就像一只乌鸦一样，飞着走，喜鹊问他呢：“你为什么着急走啊？”说：“大家不喜欢听我的声音，所以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”喜鹊又说了：“你不改变你叫的声音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去，大家都不喜欢你啊。”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作为人，不改变你的恶习，不改变你的恶心，你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污染了环境。你要是一只死老鼠，你光换锅没用啊，你本质没变呀，是不是？你要换一个锅，换一锅粥，换十个锅，你换10锅粥啊，那不是不停的挪锅呀，而是要改心啊，培德呀，你才能彻底的去改变，不然一定没用的，什么用都没有啊！这。